找到一组适合家里用还颜值高的不锈钢套盆，很厚实，材质还是304不锈钢的，平时用来洗菜洗肉很顺手，还带刻度线，做面时用来和个面也方便，拿来拌凉菜放饺子馅也合适，小盆还能当碗吃饭用，每个都用处多多，用完了叠起来收纳也能节省空间。